鸟啊，是不是？我想挡都挡不掉，挡不了，那我就只能这么说，我就是红星带刺，那就那么过了。11号玩家请发言。11号玩家发言啊，那14号你力挺两轮不倒，你是啥身份啊？我非常质疑，真的，力挺两轮不倒。我迷糊了，真的，我弃票。12号玩家请发言。哎呦，12号玩家发言这么快啊，11号机器人啊，那9号丽姐你倒是给验人顺序啊，给验人顺序才能相信你吧。没法分析不出来啊，听后面人发言吧。13号玩家请发言。能分析不出来就帮匪徒玩呗，就不管谁赢就快点结束呗，就你没有身份你不无所谓，你分析不分析来你看谁团队大你跟谁走呗。就那个我定义那个14、16是一个团队的，那个上轮16你怎么怕死是怎么，你又说回去了，你第一天那个起来保那个说14身份你保了，你搞啥保，你必定搞警徽保的，完上轮你就那种发言我就整不了你啊，整不了你那14号那个大匪徒，你就是非想击匪了，你不用掰他了，你痛快的让那敞亮结束得了啊，痛快的。那9号注定是个乱民呢，你看他一会儿警一会儿民的，他能是什么身份呢？不知道那14号，你给我把他身份给我报出来，我就信你啊，痛快的，快点的。14号玩家请发言。哎，痛快的，我一直没验你。我都神经了，那个还有必要验他吗？那个有必要验他吗？那个八彩的四，那四还需要验吗？那个四都可以完全申宝的，还验他？我的天，哎呀，我要哭了啊！我真的要哭了。那无限破坏我身份是吧？那个行，那个9号出局，那个还验4号？我的天哪，怎么想起来验4号啊？验个谁都比验4号强，那个4号摆明了就是一个民，八号踩4号，亏4号出局，那有必要验4号吗？哎呀，我的天哪，我的神哪，都是一群神哪，梦幻吧，你们真梦幻了。那个九号敢跳塔山，那个9号出局，那个没有别的掰的了，那个我就这么玩了，那个人我不愿意砸，行吧。那个我不愿意砸，那个9号敢跳塔山，他就要出局，那我不管了，那个9号必须出局，那个随你们怎么说，那没办法了，那个验4号你们真会验，那个九号出局，那九号出局，那没办法。15号玩家请发言。那个15号小玩家发言，那个刚才去洗衣服了，然后那个都是我老公听。我也迷迷糊糊的没听懂啥。4号，那你为什么一直都没倒呢？你难道是神人吗？我不知道。这轮我想弃票，真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啊，这好意思。啊，过了。16号玩家请发言。16号玩家发言啊，16号玩家发言啊，9号这轮你出，给你个理由，你不是查杀，深推深砸硬掰送你启程啊，9号聊你就聊到此结束。15号都已经给你金水了，给了你两轮金水了，你还不接，什么意思啊？给了你两轮这个金水了，你还不接，你什么意思？
十三号，我现在回答你刚才那个你这个质疑我十六号的问题。第一轮我保十四号，因为十四号在我面前这个身份无限做好啊，身份无限做好。第二轮八号九号啊，为什么我说这个打包？因为八号九号情况不明了，很不明了，知道吗？所以我才这个比较猥琐了一下啊。我这样身份是无限做好的身份啊。过了。四号玩家请发言。我身份是个民啊，这就不用再说了。然后之前呢，前两轮六号就连着砸了我两轮，然后呢，七号、十四号为什么没倒我不知道，然后呢，七号为什么倒了我就更不知道了，是不是杀手就以为那个七号出来就所有人就七号敢出来帮我站出来帮我说话就。那个敢站出来帮我说话，是不是就觉得七号应该是个警？他验过我呀。反正我不敢说六号他有问题。然后这局就毕竟现在有俩人砸九号了。然后这局那我就听十四跟十六，就这局我也飘九了。然后我再听听六号发言，过了。六号玩家请发言。那这局要飘九我就不一样了，我要飘十四了呀，对吧？包括九你查查我的，你也去飘十四呀。因为很简单呀，十四跟十六的发言是一个团队的，对吗？首先他们团队给我一种大局在握的想法，然后他说你要砸酒，你砸酒只有两个人符合，那么你场上只有两个人，我们假设三是你死的警同伴好了，你的大局掌握在哪里？你早就把验人全都说出来，你最好出什么？所以十四十六在这一轮已经不成立为警察了，七号在上一轮的时候是要砸十四的，对吧？所以七死了，八出局了，你十四没死，那十四是没有理由的。所以全场能当警察的就只有那个提出疑问的十一跟十三，你自己去叨一叨吧。我听出十四现在觉得你是这样匪徒牌，因为你的发言跟逻辑以及现在语气已经不像是一张警察牌了。包括九你来查查我，我是无厘头的去想你的 IQ 的。虽然我可以很不用去思考直接票你九，对吧？但是十四十六的这轮的发言语气心态已经不像是一个警察，反而像匪徒。所以你真的想要胜利是一张平民的话，去票那个十四。我是一张平民牌，我票十四，对吧？如果你认为我是匪，那我跟十四是前两轮是团队啊，那十四更有可能是匪。所以本轮我票十四过了。请玩家开始投票。现在是 PK 九号玩家，请发言。十四号玩家请发言。那个四号你是不是反水？那我请问一下你四号是不是反水？
啊，那这九号怎么玩？开始给十五号进水，十五号反水，他妈的给四号进水他也反水，那个还有必要验四号？我天哪！哎，你们真狠，好吗？你们真狠。那个九号出局，那个六号 你是怎么想的？啊？我请问一下，请问一下你是怎么想的？啊？那六号没验，那十六号没验，那我都排水了，那六十六没验，那十一号机器了。那十三号我保了，那我申保，申保十三号，行吧？六十六九没验，那十一机器了，那我不管他了。我天，六九三十六没验，那个十三我申保了，那个有这么玩的吗？哎，那五号你说话搞笑嘞，还给人讲道理。那个你刚才叫我说他一等，现在又叫你真狠，你比我。请玩家开始投票。现在是场外 PK 时间。四号玩家，请发言。我说说我为什么要投十四啊？十四是保我，但是呢，那个本来我这都迷糊了，反正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是迷糊的那个还是清醒的啊。我就说一声，就是刚才第一局是十四号保了十五，但是十五号反水。然后呢，这些呢就是现在十四号一直没出去，十四号也一直跳井，到现在没倒，这是另一种原因。然后还有呢，刚才十四号说我不用验。然后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不用验？就因为八号砸我了，是吗？那万一我也是杀手，八号也是杀手，杀手砸杀手，我也不用验，是吗？那万一杀手砸了我，我是不是就可以赢了？为什么你说我不用验？证明我不是你团队的，你知道我不是杀手，所以我不用验。你知道我肯定是个民，然后我说话，然后那六号也是个民。如果我要是警察，六号不能这么。